三哥酒酿鸡排可以说是澎湖当地人首推一定要吃的美食，用酒腌制鸡肉就可以知道老板不惜成本也要将美味的坚持传达给客人。酒渍之后的鸡排经过了油炸，不只是多了解腻的清香，这肉质啊也能够保有比较鲜嫩的口感，不会因为油炸而变得干柴难以下咽。除了最有名的鸡排之外，店里头其他的炸物也都是经过老板精心的调味，让大家品尝咸酥鸡的时候，除了胡椒盐和九层塔的味道，更多了几分味蕾上的惊喜。